自己练的号啊，这脑袋打小就聪明啊，买号5000，练号15000，非得自己练。一样的加成，刚才我们草率了，买号的钱可能要报销了，兄弟。120级右边的灵士啊，一样的加成，一般最好的呢，也就是个三防御。它跟左边不一样，左边120级最好的能到几十万，右边的不带超级简易，最好的也就是10000多啊。所以说，不能高兴的太早啊。而且120级跟140级不一样，140级三把防，120级的三把防还不值钱，120级必须得三七血三防御，不要格挡抗风，法爆抗雾爆，你他喵的三格挡啊，450块。双防御，防御加法防，法防加抗风啊！哎呀，我操！不是吧？这都行？一样的加成没有逆袭，结果再隔两次出了一个双防一击血，保底7000块，保底7000块啊！保底7000块！我靠！又来了一个速度26的防御气血加法防，这个灵士又是一个啊大几百啊！怪不得你要自己练号呢，自己练的有感情，号品好啊。后面的10个灵士，现在的话等于没有赚钱，只是后面的灵士是网易送的。刚才这一波有人说8000最少，那肯定不止，这个保底7000。就是现在的话，后面的10个灵士全是垃圾，都已经赚了。速度加法爆，固伤穿刺加雾爆，治疗啊加速度，雾爆封印加速度，伤害加治疗，固伤加封印。双速度一法伤，哎呀，双法伤一速度帮战能用，双速度一法伤，两条速度太多了吧？出了点小东西啊，但是不多啊。法术暴击加法伤加法伤害结果，这个应该可以在主播出品里出现了啊，差一点是啊，差一点是3-4万块钱。法暴物暴加狂暴，好了，兄弟们，这一波能卖多少钱？这一波卖不了多少吧？能卖上1000吗？这波综合应该还是小赚的。